气动啊，中啥哦，咱人毋知啥啦，对即个超能力吼、哦，拢有兴趣嘅呢，有兴趣诶。哦，所以啦，看人咧，啥物发光啦，吼、哦，看人用即个气功伫治病啦，还是讲看，包括咱教会内有啥物特别嘅医技，大会大家拢哇、哦，足想要去看呢。咱人天生吼好奇心，尤其对着超自然嘅代志，咱嘅好奇。 咱、啊、问一个问题：，敢、啊、真正有超自然诶代志？当然有啊，哪会无？当然是有啊！迄电视不是嘛咧播啊，即班网络咧凊彩咧拍超自然三字，一大堆哦、嗯。你要讲啥，尤其咱过去咱讲咱民间故事，迄几啊故事还有够侪啦，对无？所以超自然是真正有。问题是，你要哪会知影讲，叨一寡超自然是对咱好，啊，叨一寡超自然是危险？ 即系混，即系混，较足清楚。今日今日圣经甲咱讲啦，讲基督徒吼，冇可能发生超自然嘅代志，唔是啵？基督徒唔是甲咱讲啊，阴士吼，南州来阴士，阴士恶娜呀荷花吼，是讲阴士基督平安吼，安尼㖏唔是安尼㖏呢？哦，圣经内面讲到讲，咱今日圣经讲啥咪？讲因你喺咧基督基督嘅时候，讲。 上弟连来给伊枪抹安尼啦，哦，迄条哪哪即马咧叫做灌顶啦、啊，有无？迄下咧灌到起安尼啦，哦，哦，结果伊就开始啦，讲其他国家诶话起来啊，我未晓讲英文啊，我记到咧说，嗯，阿奶开始咧讲英文，哦，那我本来未晓讲自己嘅，我记到记到那阵讲自己出来，我本来未晓讲韩国话，我那记到记到找韩国话出来，哎，阿奶阿奶。 所以，超自然是真嘞、哦，咱这只边甲大家来探讨的、就是讲，你也了解超自然即种经验伊诶目的是啥物？哦、咱人类对超自然拢真好奇嘛，啊，既然有神有鬼，当然一定有超自然诶代志嘛。哦、有人讲啊，有神都有鬼，吼、哦，神甲鬼先变先，逐个变来变去啊嘞。 迄是错误诶观念啦，毋是讲有神就爱有鬼呢？诶、欸，如果若有神就有鬼，即、這个鬼永远拢未死，啊，当时嘅世界的问题都无度解决啦嘛。哦，所以基督教诶观念是无共款哦。基督教讲是有神无鬼，啊啊无鬼到边面都有鬼，你啊嘛有关鬼对，鬼到未来，鬼是上帝做天使，天使无要照上帝方式好好啊做。 所专去变鬼去啊，所以鬼是天煞所做诶代志，歹代志，咱个叫做鬼。其实世间根本都无鬼，上帝也无创造鬼，鬼嘛毋是本来就存在，毋是哦，啊嘛毋是人世，所以变做鬼，迄拢毋是啊。咱人死有一个灵，是即个灵无法倒登去上帝遐。 然后呢，笼中去到伫痛苦的所在，哦，所以魔鬼用即个方式，所以呢，伊会用足济足济，咱人家己会惊，會一些个形啦、声啦，吼、喔，會一些个即个现象，魔鬼要来甲你吓惊，咱转解叫做鬼，哦、喔，鬼是咱人甲叫出来，哦、喔，其实即个世间存在的是神，抑个灵界，而且系天才，只不过。 有一部分的天才，甚至讲三分之一的天才，因对着因的领袖，哦，魔鬼头得对啦，哦，离开上帝，啊，拢做一个歹代志，所以咱即马将个邪灵叫做鬼，啊、哦，所以既然有上帝，当然都有超自然的代志，因为超超自然的代志，就是代表是灵界的力量，唔是咱即马这个现实的这个社会。 但是灵界的力量，即马变做有两种，一种对上帝来，一种咧是对迄个无听话嘅天使，咱家叫做鬼。一种转变做对鬼所来。所以你嘛看到超能力嘅时，阵，你也开始去想，哦，你也开始去想，讲到底即个超能力是对叨位来？哦。啊，你们也知影超能力对叨位来咧？啊，你看伊嘅目的啊，对无咱拄仔咧读嘅圣经讲。 讲即个人咧祈祷祈祷，上帝能充满因，上帝能充满因了后咧，上帝能充满因了后，因就开始讲其他国家诶话。哦，啊，而且呢，因所讲诶即个话呢，是要传福音诶啦，是要传福音诶啦。哦，当然抑佫有一种，有一种诶除了其他诶国家，抑一个种话是叫做天顶诶话。 就是天国的语言啦，唔是世间的语言啦。哦，所以咱这里基督教界叫,叫做方言。所以方言有真侪种，但是这毋是重点。重点就是讲，即个基督徒，因呢阵哦，上帝灵充满了，后，开始讲即个话，目的是什么？你若看圣经，两个目的，一个叫做传福音。 人本来我要讲我的话，你我讲大句，你都听无。啊，听无的时阵哦，上帝连甲我充满哦，我头脑想的物件讲出来所变日本话，我当对日本人传福音。哦，所以这是对上帝来，因为这是对人有好处，这是为着要传福音。第二种，上帝灵充满的时阵，你讲话家人嘛听无，这是为着什么？这是因为有时阵世间的语言已经无法度表达你心中的感慨。 也是你心中的挂虑，也是你心中的压力，也是你心中的这个迫切的感觉、着急的感觉。哦，你的喙齿，咱咧讲话已经伤晚期啊！所以，上帝练一个宠物的时阵哦，你的喙齿哦，会变讲话讲足紧、足紧、足紧、足紧的哦。啊，讲这呢、個，著、就是为着要互你来为世间人祈祷，也是讲你咧讲一挂足要紧的恶别，上帝咧慢慢互你去了解、了解一寡经验。 所以总共一个人吼，一个人得到身边经验啦吼，一个是造就家己，一个是造就别人都安尼俩，这足简单咧。哦，所以你今日看七夕的时阵，你抓牢这个标准，尤其咱有的阿公阿嬷吼，哦，咱么身边的志，咱嘛自细汉咱那结茧拢有看到啊，啊，食遮济岁嘛，看足济啊，吼。啊，但是我看那个伙计呢，讲安那会安尼，我恁基督教有啊，阮拜拜嘛，阮庙嘛有，哦，阮倒位嘛有，啊，关路音的，也有算命，也有看风水的。 诶，人个马拢足厉害啊！哦，侪拢有，但是我即马提出一个真要紧诶一个判断诶原则，著、就是迄、这个是毋是对你好，啊对别人好，若对你好对别人好，即、这个是对上帝来。哦，啊，若毋是安尼，是对你无好，对别人也无好，啊，即著毋是对上帝来啊。啦。啊，啊，但你也注意哦，有诶代志吼。

哦，心情偌快活了呢。哦，啊，哥吼、哦，我咧祈祷的时阵吼，吼刚好一个灵诶力量伫我诶身上，吼迄种感觉未歹呢。即其实是对咱足无好。我话你讲，毋、嗯、是跟他讲基督徒是安尼了。亲人朋友啊，如果咱中间有一寡比较比较有咧研究即个佛教诶朋友，也是有咧研究因咧济神诶朋友。 你若认真去研究，伊拢无鼓励即种经验，哦，因为有一个名词叫做灵动，哦，讲你个灵啦，哦，敢若你诶灵伫内底会甲你带动，哦，咁啊你叮当安尼，上出名著、就是咱过去新闻拢捌看过嘛，讲一个出名诶法师，哦，爱将一个艺人伊安尼甲伊加持落去了，迄、那个艺人安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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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、哦，啊大家看起囝拢即马是咧创啥？其实，伫因正统诶。 一个真正有咧研究佛教嘅人来讲，人伊文章都写讲，这其实是足危险诶代志，无认同诶，哦，一个真正有咧修炼诶人，伊点都无认同。伊讲，迄、这个是足危险。啊、哦，所以提出诶看法，其实甲圣经诶看法是非常共款，就是讲，咱人有一个咱诶尊严，你毋通随随便便开放你家己，或者连。 入来，哦，无好嘅灵，其实叫做魔啦，啊，叫做鬼啦，迄毋是真正是神啦，毋是啦，啊、哦，所以咱这要注意，哦。所以我咧去研究即个文章，因为迄阵当即个新闻咧报报，遮个法师诶代志吼，啊，报甲逐个拢咧拢咧足趣味诶时阵，我就去研究啊，我想要了解讲，除了基督教嘅看法以外，到底本身在即个佛教诶看法，到底因安怎看？结果我看到。 那真正是真正派，一级的佛教徒的时阵，伊嘛是讲因烈反对，吼！因讲反对讲，大家底下咧坐的时阵哦，安尼成群安尼来害去，害来害去安尼，伊讲嘿足危险的哦。所以就讲，你有发现无？你有发现讲，人这个师傅有讲，讲那得到感情的身体收歹，伊无要收。伊讲为什么？你捌想过无？是哪会无修伊讲，因为这是魔。 想要找一个身体，互伊来使用啊，所以咧找的身体，伊只无爱找一个破破烂烂的。啊，伊当然要找找一个较强壮、较健康的身体啊，较水的身体啊，哦，所以讲这个毛阿林，伊是真爱去找啦、啊，啊，都、就是找这种吼心安尼足拍开的。讲我嘛想要有这种经验，我就想要有这种经验，伊讲摩，你爱这个经验嘛、喔，来我教你，所以看起来刚才对你好。 实际上对你无好，为什么？因为控制你诶身体，伊甲你控制。所以，基督教诶圣经讲到讲，即个耶稣学生伫遐咧祈祷，上帝灵充满诶时，圣经内面有一句有一个原则是要紧。伊讲吼，神诶灵啦，吼、哦，伊是会听你诶话，伊毋是甲你控制，伊不甲你控制，伊、哦、是甲你引出，但是最后你还是你，诶，你还是主人。 伊袂变做你嘅主人，但是若是魔，若是鬼，无共款。魔甲鬼，伊会控制你。你无想要甲伊讲话，伊带伫你内底，伊咪要甲你开讲。啊，毋是你讲我变来困啊，伊伫内底，伊会讲我无要互你困，会变做安尼啦。所以，迄个是足危险嘅代西。所以，超自然有，但是爱足细伊。哦，许个当然了，咱继续过来讲。 欢迎登来刘三嘅节目，吼、哦！超自然，我想这是每一个人你必须来了解，因为拢会拄到，无一定发生伫家己嘅身上，但是四周嘅朋友啦、亲人，拢有机会通拄到。啊，无你新闻你看，你会看到，啊你到，你看到时算你要哪判断咧，哦。所以今日甲你讲，亲爱朋友吼，那、哦、是真正对上帝来嘅，迄、那个超自然力量对上帝来，迄、那个是无条件，迄、那個、是无条件。 而且呢，无副作用，没有后遗症。但是呢，毋是对上帝来，表面上看起来甘那真好吼，后壁都逼空啊。虽然咧讲电视捌报过，讲一个师傅是安尼逼空，因为伊学生送伊车啊，上一一台车两千万啊，啊送两台啊。吼，啊人讲，啊人伊伊无要伊无要地呢，伊无要地，落尾迄是人都硬要拄互伊，伊都。 不得已才接受安尼哦，但是我甲你讲，真正的一个对上帝来的一个的伊若有可能学生对到最后的时阵，哦，会想要用这物质的物件，要该感谢，即安尼都唔掉机啦！啊，佫再来，佫佮你收费用，哦，你若要加入，一个人三百块，哦，啊无随便哦。 哎，有人带这当来哦！你真正用卡头付收，你无感觉怪怪吗？对无，今仔日我咧讲啦，你若去一个教会啦，哦，迄、那个牧师甲你讲，啊，你要洗咧无？我讲啊，好啊，我洗咧，洗咧，甲你收五包。哦。我咧讲啦，即今教会你赶紧走，你紧离开啦，啊，用洗咧，咧甲你收钱诶。哦，无即啰代志啦，迄、那、毋、個、对啦，哦，阿老王甲你讲，哎、欸。 我这木梳足好个呢，我这木梳足够为人祈祷个呢，啊，不然一人捐两千、哦，咱买一台面露的可以使。我跟你讲，你急嘞，你走哪里飞嘞？你赶快跑，你赶紧走，这唔对起啊！哦，当然有朋友会讲，啊，你唔免讲假面书，干哪你无咧收钱，你祈祷干嘛事在收红线啊完？完全无讲法嘞，完全无讲法，我顶下讲给你听，哦，红线唔是入会费，OK，哦。 毋是叫你著爱交一条钱安怎？毋是奉献，迄、那个钱嘛毋是摕来和莫叔来买好车，拢毋是奉献。这钱开去倒位？奉献的钱是来帮助社会这有需要的人，对无啊，电视来底咱讲迄个新闻的事件，迄完全无共款嘛。迄、那个事先啊，红顶甲馒头包。 就是社会大众咧问讲，啊你钱收收遮侪，拢开去对？你公布你诶社保啊？哦，你这也是拢开去对啊？你有法看？啊。哦，啊你这也钱收收咧，拢伫咧日诶落地下去啊嘛？啊所以即个就是社会大众迄阵感觉足可疑诶部分。哦，所以咧，现在教会咱来做较透明。你若去请教伊讲，啊你咧小报敢袂当看？伊讲啊袂当互你看，啊即嘛怪怪安尼，若自我细人较大汉吼。 所有正统个教会哦，逐个月收偌济，开去倒位，钱安怎开，迄拢清清楚楚打咧笔，逐个月拢公布，哦，啊，即、這个负责个人拢有签名，啊，政府拢咧监督，该报税、该创啥拢有做，哦，所以你会通看着讲教会钱用去倒位，你拢看会到，哦，所以即个是咱那去思考诶代志，表面上看起来。 好参详，这师傅安尼哦，法力无边哦，伊嘛治好足侪人啊，啊都、就是都、就是足侪人，互伊治好，人毋是会捐钱嘛？你甲想看觅咧，逐概毋是瘾头啊啦，迄、哦、都是足侪人吼，即个人拢有钱有势的人，爱、啊、去找即个师傅，师傅吼去安尼甲因安尼在困难拢解脱，事业变做顺啊，啊问题拢得到解决，命拢会好，即拢真诶，即拢超自然诶能力，这一定拢是诶。 但是咱看着足清楚，最后即个超自然的能力是带互师傅本身真大嘅利益，是带互伊嘅信徒越来越多，哦，是带互伊个人嘅越来越出名，变他说变做伊讲伊是神，神帝也讲伊是耶稣，但是最后伊是对即个信徒得到好处，哇，安尼著差侪啊，完全无共款啊，所以即个其实讲起来足简单，大概若小看用头脑想一下，你著知。 我问你啦，哦，你想你家己著好啦，哦，如果有一日你变做神，你变做佛，啊，你要来度这世间患难诶艰苦诶人，你敢嘛讲收钱？你问你家己嘛，你若讲会，啊，我不会通讲，哦，我讲安尼要你安尼神棍，对无正常诶人，我若真正已经变做神，变做佛啦，我太要搁咧讲收钱啦，我都无需要，我已經我已经变做佛啦，我搁咧。 真正，我搁咧收即落物件，这足含糊诶嘛，啊，所以这你稍较简单想一下，你就知影最有问题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足济即个网友伊就啊去去去搜查嘛，吼、哦，去揣啊，一个揣了来就知影讲啊，即、這个什么师傅叔，这根本都是一个骗子，这個、绝对是一个骗子，吼、哦，因为伊就高诈噶只嘛，你看伊诶历史，你看伊过去所作所为，你看伊甲伊诶师傅之间诶即个冲突，你一个看了就知影讲啊，这個、真正都、就是。 人讲骗家骗家啊！哦，但是伊先会当骗，因为伊有超能力，所以这是最可怕诶代志哦。魔鬼常常用超能力，要来迷惑即个世间诶人哦。因为无超能力，无人要甲伊对嘛。一定是你有对，遐得到好处嘛。但是你得到好处，你敢有进步？你其实无进步嘛。所以，吼咱人吼，世间人吼，爱想清楚啦。吼，咱现在需要一个宗教信仰。 宗教信仰是要解决你的心的问题，互你的心灵更较成长，互你的心更较有平安。哦，毋是咧，追求个世间表面上这物件。当然，个信徒是非常的无辜。因为我把一摆拄到一个是伊的学生，伊有甲我讲，伊讲牧师，我即摆经来信耶稣啊，哦，但是我感觉咱真正系检讨。 因为我心灵所了，我看这基督徒的行为吼、哦，我现看个海头，我啥物咧基督徒上帝之路，哎，日常生活表现了有够差。伊讲，无师你敢唔知影？人阮较早吼，咧对迄个师傅阵哦，师傅听人讲提请咧，人后师傅听人讲提请咧，讲你啊凡事感谢，吼、哦。所以讲咧，逐个嘛拢是，拢是感恩师傅，赞叹师傅。迄毋是嘴咧讲的尔咧，阮哋生活上。 上物代志拢会想讲，真正足感谢师服。哦，逐日安尼加多，你啊，伊讲哦，简单讲啦，我以前吼、哦、做伙到我咧修行者下人哦，因颠倒因诶表现吼、哦，是佫较亲像圣经所讲，爱感谢上帝。伊讲哦，因所过诶生活真正足虔诚诶，真正足认真诶，因表现出来是足好诶，所以毋唔会足侪人拢转去入教。 因为大家有看到讲，人即个人对师傅了，后，哇，真正有改变的人是越来越好呢，所以唔知系做咩人去，啊，所以讲咱基督徒家己要检讨，哦，咱线上帝讲凡事感谢，其实嘛是阿个咧 c a m p a i 咧陪伴，但是真正阮咧内底，大家都有够好个好，哦，真好笑，哦，即种好，最后咱看出即个师傅本身，伊讲个理论。 敢若亲像因带逐个拢行对好，但是最后当伊收即个钱囥喺落地下时，所以毋知老尾有作者即个对作者个即个信徒，有诶嘛是全离开去，看破去啊！讲安尼怪怪嘛，吼、哦，你教阮凡事感谢啥物啥物，但是实际上你家己来去做即落代志吼，我想这最主要就是讲伊是一个人啊，吼、哦，有这些伊也是死啦、哦，所以伊毋是神啦、啊，即你对着人你拢会失望，哦，你拢会错乱。 做亲的朋友，吼，你也听清楚，真正的信仰毋是叫你做好人嘞。若要因出来你做好人，你会当毋免信耶稣。说，足济其他的信仰拢会叫你做好人。你一个正统嘅佛教徒，孙本来就是叫你啊讲好话、做好人啊，即哪有啥物？敢毋是安尼？所以一个正统嘅一个佛教徒，大家都足尊敬伊啊，因为伊所活出来慈悲嘅心，伊所讲嘅即系话，迄拢是互人嘅敬佩嘛。吼、哦，所以你也清楚。 信用毋是叫你做好人，信用真正诶信用是咱即几集所讲，是有法度确定将来将你诶灵魂带去到上帝遐，毋免阁再来说讲受苦，即、這个则是咱真正所追求诶啦。哦，啊，迄、那个神是啥物款神？你敢若看即个书，到尾也壁空，古文里说出来，你就知影讲啊，你对了毋对人机啊？哦，伊讲诶话是敢若是真好，但是伊都毋是神，伊家己讲诶是神，即、這、你、個、已经讲白贼去啊。 这根本身就已经矛盾起啊，所以亲爱的朋友，信用的物件，阁较深入来思考，选择一个无后悔、未憋坑的信用，哦，这个是真要紧啊。后一集继续收看，多谢。